中方提交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，提出国际社会在推动全面停火止战、切实保护平民、确保人道救援、加大外交斡旋、通过落实两国方案寻求政治解决等五方面工作的原则和重点。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加强协调，凝聚共识，推动安理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，为和平尽责，为正义发声。